我是铁道旅行派的 Rebel， 在2020年12月20号，高雄站18:23，拍摄325沃次经由屏东线靠嘉义的区间车站等待进站。有相片的话，在你多多点我们带来几个画面。原谅再见，拜拜。3252次经由屏东线靠嘉义的区间车。3252次经由屏东线靠嘉义的区间车站等待进站。有相片的话，在你多多点我们带来几个画面。就这样，拜拜。我爸爸。哦，灯会。1568。左圈套，而且跟三号我是进行屏东线靠嘉义的 1568，桃园灯会，在频道彩绘优化改造，加上 1553，未优化改造8辆混编二组圈套，在高雄站实际停靠。这相片的话，在你这这地方找几张片，该是剪吧。在高雄站准备驶离，本次列车已经停靠高雄到那个嘉义区间中午的各站均有停靠。在高雄站准备驶离。好了，相片的话，在您多多点我们的几个画面。3252次进行屏东信号嘉义的 1568，台湾灯会在屏东彩绘优化改造之上 1553，未优化改造8辆混编二组全都在高雄站驶离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